今天要科下二第一大就词。先把牙冠的长度画出来，圆心。夹侧咬头会比较低，它是功能性咬头。然后咬了三条线画出来。然后再来定近远先近，把咬头的位置都定出来，这里要用大肚刀也可以，手术刀也可以，只要刻得出来的刀子都可以，尽量拿自己习惯的刀子。稍微 smooth 一下，那在腰身可以先做一点点。牙根大概 0.5 就好， 0.5 公分。
最近应该跑过一次。外形大概修一下，折射的锋芒不要太突，稍微smooth一下。大致上先这样子，然后再画咬钩。先稍微跑过一下，开始淡化，顺便看一下哪里有地方需要修整的，可以再细数一下。
还可以再稍微细修一下。smooth 一下，实景这边再检查一下有没有明显。多余的牙根修掉。大致上就这样子。